生死与其丢了血君之笔，我怎我方寸一朝，心后笑破破笔短心不言，只我曾墨一笔描心喜欢琪琪可可以点一下琪琪的关注，我们选一下下个麦需要穿的衣服好吗？花落白了凝固在卷角那一折台，第一套是粉色连衣裙，第二套是黑色的，不是黑色，好像换了是吧？白色上衣我忘了写了，白色的上衣和黑色的短裙，一还是二？好吧，选一下。然后我截个屏。半河恍然三过了三二一，第二套短裙加白上衣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还有一个舞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关系。轻轻唤一人一声。